少侠们好，我是天刀 IP 文旅制作人唐青团。过去一年，天刀陆续携手张家界、永定土楼、湖北省五大博物馆开辟文旅专线，联动大话西游、轩辕剑、巴啦啦小魔仙、喜羊羊与灰太狼、三丽鸥、美乐蒂等经典 IP， 让武侠世界历久弥新，焕发更多可能性。承蒙少侠们厚爱，唐某很荣幸再次代表制作组来为大家透露今年的重点规划。今年七月，天刀将联合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先农坛，助力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传播。作为明清两朝祭祀先农神、祈求五谷丰登的皇家坛庙，先农坛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农耕文化的尊重和祭祀先农的礼仪传统。此次合作，天刀以天衣为载体，结合先农坛农耕文化及建筑特色，制作精美数字服饰，极力展现先农坛建筑之美，寄托祖先对于农业丰饶的美好祈愿。欣赏完先农坛主题外观的古色古香，少侠们请将目光移向浩瀚星河。天刀 IP 八周年之际，与航天文创 CASCI 联名定制外观天衣归航将正式上线，希望以虚拟服装技术再现航天重器及宇宙之美，共同传承古往今来的航天探索精神。届时，周年庆活动和航天主题华服秀将落地甘肃火星基地，少侠们可亲临直播间观赏航天科技的魅力，感受戈壁沙漠的壮美。建设了西北长河的落日之景，江南的千里烟波也不能错过，少侠们请跟随唐某一步大运河上的江南古镇筹都盛泽。今年天刀将与大运河数字云平台、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人民政府开展文旅合作，线上推出大运河主题资料片及天衣盛泽外观，线下落地天衣之舟文旅项目及天刀手游三周年庆，欢迎少侠前来一睹盛泽美景。以上就是今年的爆料大礼包，未来唐某也将与制作组继续探寻文创、文旅及 IP 联动的更多可能，让古风武侠焕发新魅力。我们下次再会。